我在呢，那个跟大伙说个事儿啊，我们队长啊钱包丢了，里头有200块钱，谁看着了呢就给送到这个保安室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又干啥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新发的鞋，我咋就挤不进去呢？我，你说挺大个人了，连个鞋都提不上。嗯，我看看，我脚多大点？46。别挤了，44的鞋。四，哎呀妈，你说这队长发鞋还给我发错了，我找他换去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是谁给你发错的鞋？队长啊。哎呀，完了。出事了，出事了啊！咋的了？你想啊，咱队长是多么仔细的一个人啊，偏偏把你44跟46的鞋发错了，明白啥意思没？哦，哎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队长他是46不分呢，他是啥你偏了？不是那，不是他咋还？你什么玩意儿你呀？咋还发错了呢？你知道那个大型古装彩色电视连续剧？《还珠格格》里，啊，容嬷嬷给这个小燕子下班第一步是啥不？不会是也给她发了双小了点的鞋吧？哎，对了，这只是第一步啊，紧接着她将会拿针扎，哎呀，开水浇，哎呀，看让你吃不饱饭，还睡不好觉。不是，那咋整啊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想啥办法呀？我呀，你说，哎，有了啊。你帮着队长把他钱包找到，转变他对你的看法，问题解决。不是，你说队长他丢钱包他都不知道在哪儿丢的，我上哪儿找啊？那倒也是哈。那是谁还能把钱包给送到我面前来呀？二啊，给你钱包。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酒的这个。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姐，好久不见呐，姐呀，啊，去三亚了。哎呀，三亚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三亚的天儿老蓝了，哎呀，那三亚的海呀，啊，老绿了，哎，那三亚的空气呀，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不是，不是，梁姐，来干啥来的？对，哎呀妈，瞅我这记性啊，我这不今天刚回来吗？啊，我拿扫帚刷。那么一扫，咔嚓！那么一看，我嗖的一下捡到一个钱包。哎呀，谢谢梁姐啊！哎，帮着找失主啊！行，姐你忙去吧。我走了啊！哎，走吧，再见。哎，我都没带够。哎呀！哎呀！这去三亚还扭上了。哎呀，机会来了！知道这钱包是谁的吗？谁的呀？队长的。真是队长的？我陪他去买的。拿着给队长，就说你捡的。哎呀哥呀，你说我要把钱包递给，哎，不对呀，啊，哥，你不说里边有200块钱吗？对呀，啊，空的。完了啊，这不扯呢吗？咋了？你说队长丢的钱包里面有200，你捡着还回去了，200块钱没了，那不以为是你干的？那可不咋的呀，那不得把我当小偷啊？对呀，啊。第二方案，第二方案啊，还有第二方案，把这钱包撇了，就当没捡着。那我跟梁姐我咋交代呀？他一天神叨的，你跟他交代什么玩意儿？就说没找到失主不就得了吗？你放心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哎，傻子，好像有第三个人知道了，哥。哎，啊。是队长丢那个钱包吗？啊，你撇的？不是我，就是你啊！不是雪儿，行啊，钱拿出来了，钱包撇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就告诉队长。哎呀，别，行，你这孩子们着急呀，你先把话说完呢。刚才钱包不是没拿中吗？啊，掉窗外了。对，这里面的，这不钱？钱？这不。钱搁这儿呢吗？你说这不搁这儿呢吗？200块钱，对，你以后下回你看明白，你说。你说这事儿，你跟队长钱包找着了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谁捡的？你俩摸我手干啥？队长，二他俩摸我手啊？不是，那个钱包找着了，在保安室呢。我发现的。哎，
不是。